有光。上层两件，下层三件，呢层 clear， go。成條入曬，開門啊！開門啊！一面冇神錢啊！原来系唔出得声，有冇发电机？有，得翻上两个啫。Yes， 啲事咩事啊？冇佢我瞓唔着噶，人人都怕黑噶啦。几次走？有咩嚟噶？真系估唔到，估唔到全面失控仲有咁多玩家尝试，又难怪嘅。电影级别画面增加你代入感呢啲基本嘢唔详细探讨啦。佢利用防御塔式陷阱抵御丧尸，同而家人人自危嘅处境可以话系不谋而合。奈何电力真系一样好珍贵，如果唔系我都想叫。哦，知道我个塔要时间升级，识得掹电掣悭电，你今次真系大个啦！连我都好好向你学习一下。Good night。不好意思，估唔到咁快要用埋最后一个波啦。有隻喪屍入咗嚟，冷靜啲，佢入到嚟嘅可能性只有一個。死晒先啦！我明，俾着我，我都会好嬲。以后冇得倾偈喎，边个唔嬲？所以用咗一段时间坐呢个对讲机先敢入嚟见你，唔好意思，令你嬲我。
你唔使讲嘢。第一，你唔使太担心我嘅音量。我份人绝对唔会犯第二次嘅错误，所以应该闩咗房门。第二，有啲嘢烂咗就系烂咗，点整都整唔翻嘅。问我攞过个新噶啦，我仲有成抽啊！哦，笑咗，笑咗即系 friend 翻噶咯。虽然你成日唔讲嘢，但我都明白嘅，因为我都系唔中意讲嘅嗰啲人嚟嘅。讲开又讲啦，从你咁悭电到夜晚点蜡烛嘅习惯，我就知道你都系一个怕黑嘅人。人之所以怕黑，系因为惊鬼。我谂你同我一样，都系一个懦夫。怕黑。是因为怕孤单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？来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被人圍死，個小小店你抵俾啦！你估唔到世界每日留住兩部電話，原來係咁有用咧！我估唔到啊！我當初諗到嘅反應都係同你一模一樣。估唔到兩部電話原來可以咁用，好彩你思維夠特別咋。
State of Survival Play Now。玩全面司空魔石，我完全投入唔到啊！但系丧尸埋紧嚟咯喎，未必见到我哋嘅。但系当年十尾都似冇其他人噶喎。威尼好似系喎，咁应该点算？放心，我有菠萝。又系呢一个，一楼都系噶。